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不要抓我，警察叔叔，不要抓我。好，不要紧张啊。你怎么会来这里呢？我刚刚突然买冰棒，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回家了。那我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？好，好吧。弟弟，先不要紧张哦，这给你吃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周浩廷，那住哪里？有地址吗？不知道。那妈妈叫什么名字？谢美。谢美，好。好，等一下我帮你叫妈妈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等我一下哦。自从那次跟妈吵架后，就离开家里了，至今没有回去看过她一次。现在我还是在外面混饭吃。下班了就跟三五好友去喝酒，这几年我都是这样过的。直到那天，小燕打来。喂。喂，请问周浩廷吗？是，我是，请问你是？对，是我啦。哦，小燕哦，怎么吗？那个，你能回家一趟吗？妈她生病了。妈她好像患了老人痴呆，有时候都认不得人了。你最近在外面过得还顺利吗？还好。那就好。对啊，妈最近状况如何？妈两年前开始变得怪怪的，偶尔会忘了东西摆到哪里去，又或者是明明菜都买回来了，又突然说啊我忘了买菜了，又跑出去。然后那天我回家。
就一直站在门外，妈都不开门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那样。之后，妈就很常看着她的鱼发呆。那是有一天，我真像这只鱼啊，我还记得，敢若剩一秒尔。哪呢？没有吗？那我会一直待在你身边，让你每一秒都记得我。原来，妈已经知道她会开始忘记一些事情。她借钱去买饲料。忘了付钱就走了，店员还冲出来跟他要钱。还好妈也算是那边的常客，人家才没有计较。妈只是不好意思的，赶快再拿钱还给人家。还有，有时候客人打来订货，前一秒才刚讲完，他后一秒就忘了付钱走了。甚至结账的时候，他都会把钱算错。一是500，要50块。对啊对啊，这么贵啊？50块，这是500。后来我才带妈去看医生，最后确定这就是阿斯海默症的初期症状。当下我真的快崩溃。我只要想到妈以后她的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不起，让一个人承受那么多。反正我现在回来了，一切会没事，好吧？妈。嗯，啊你哪在这？啊你回来有啥代志哦？啊你不是讲你无要回来？这是阮家，我袂使回来吗？妈真的失智了吗？妈其实很想你的，她每个礼拜都会来你的房间整理一下床啊，擦一下桌子，你看都没什么灰尘。是，她刚刚不是故意的啦，她只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讲话，你知道吗？好啦，不要那么死气沉沉好不好？第一天回来看你这样，真的是，早点休息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拜，晚安。哎、欸，你不要闹尿床哦！你以前最爱尿床。你小时候好大一片，
都晒不干，超臭的。好，晚安，拜拜。无会袂赴呢，啊无啦。好啦好啦，淡仔，啊淡仔。妈，我买回来喽。啊好，好，好，你摕来啦。老早嘞，恁拢睏到中昼才起来食饭哦。嗯，老早。冰箱内底有食的，你家己去带来食。好。吃了他说他都不做表情，学习。安吃。不用了，我听听多就好，真的很专注。减肥啊你。娘。你到底怎样？妹妹，我吃饱了。一个人在外面那么多年，有时候也会想起老妈的马铃薯沙拉。可是我不会下厨，街上也没有地方卖，根本吃不到。这味道一点都没变，一样那么好吃。哥，我先去上班了。哦，好。对，妈今天要去看医生，你可以陪她去吗？可以。嗯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来，妈，拜拜。哦，较早回来。
细汉时，有日头食冰，走出去。对，我会记迄个时阵，我找无转去的路，去到遐警察带走。迄当阵我想讲，伊要把我抓起来。结果我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规个面拢花去。对啊，我讲会记得。迄当时，我著走出去，四处去找。啊，毋过，我拢找无，我足着急。我想讲，若讲找无你，我会艰苦一世人。迄时阵我伤皮啊，你毋平安倒来倒。是的，当初是我一时的冲动，才离家出走这么久，到这么回来。这几天都在家里陪妈聊天，聊以前的事。在外的几年，从来没想过能像这样跟妈在家聊天。妈，要出门了不？要去倒啊？那不是要最后去买菜啊？去买菜。对啊。啊对吼，哎，无，你等一下，我去换一个衫，甲放一个了吼。好啊。啊，你等我哦。好。好。好我进来是要做啥？妈，你好，回啦！妈，你在创啥？啊！我袂记我要做啥。阿妈，紧啊！我帮你处理。收衣服里。哦，好。没事的话，我先讲。嗯。晚安。晚安。
妈，你也中啥啦？别吹物件啦！你要吹啥啦？今麦已经这么晚呢，明仔载透早咱来做阵吹啦。没啦。我先去困啦。吼、哦，我伫咧吹一张相片，啊，这张相片吼、哦，是我甲我后生斗阵翕的呢。我后生离开厝了，我可能一世人拢看袂到伊啊。我感觉剩这张相片尔。啊，你想讲这张？对啦，对啦。哇，我的心肝宝贝，妈妈做想你。那你先来去。妈。我是恁囝浩庭，我这次回来，我袂阁离开啊！啊，我这次回来。一定袂阁离开啊！我永远伫你身躯边。哥，饭好了，你去叫妈出来吃饭吧。哦，好。妈，小芳啊。妈，你在创啥啦？无啦，阿公哦，有来偷窃我的衫啦。哎呦，我拢爱穿起呢，有人偷我的衫。你心疼来啦，无人要偷你偷窃你的衫啦。哦，你爱掉衫啦。你卖光。穿，卖穿啦。哎哥，怎么啦？妈说有人要偷她衣服啦。妈，你创啥？有人偷窃我的衫。无啦，来先去，来先去食饭。喂。好啦好啦，啊我帮你提啦。喂。好，咱斗阵去食饭好不？好。妈。妈，咱们走吗？去。慢慢的，我们来吃饭喽。哎，吃饭啊，吃饭啊，哎，家己提滴，吃饭啊。家里要加料哦，吼、哦，这边要吃完哦，自己吃。特地帮你煮的哎，那你最喜欢吃的山猪肉啊，这边还有青菜，哦，多吃一点呢。嗯，我吃饱。妈，你再多吃一点啊。妈，阿婆，你要休困无？要不要休息？妈睡了。我带她去上面。
重。对啊，那怎么办？还是我们送妈去疗养院？什么疗养院？不行啊，毕竟我那么久没回来，我一定要陪在妈的身边了。你也要回去工作吧？你都请假那么多天了，没关系吗？都不能把妈一个人留在家，看护我们也请不起，不送她去疗养院，那你又能怎么办？我决定了，我不回台北，我会在这里找工作，就是你照顾妈。哦。之后事交给我处理好。对了。你等下不要上班吗？嗯，先准备吧。嗯，好吧，那我先去准备了，然后剩下的事等我回来再讨论吧。好。嗯。小燕啊，妈不见了啦！不见？怎么会？你不是跟她在家？就
刚才睡了一下，起来就没看见妈啦，而且大门还是开的。我现在就到处找了啦。你再多找一下啦。好、啊。妈还会去哪里啦？水族馆找了吗？水族馆。好，那我去找。嗯，电话联络。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不好意思。阿姨，你刚才叫你什么名？哦，啊，住咧地安尼。阿姨，我唔是歹人啦，我唔是歹人。阿姨，我无讲你是歹人啊。哎、欸，啊你，你这张衫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吼、哦，来、欸、吼、哦，我看一下、哦欸、啊。阿姨，你稍等下吼，恁家的人等一下来，给你带走吼。这张卡片，才会联络到。哦，那、啊、以后要多注意一下你母亲。谢谢，蒋先生，谢谢你。那没事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妈，那你来，来，来对，这里哦。蒋先生，谢谢。慢走。你是讲你要买饲料了？好啦，我知啦，咱做伙来去买。你是啥物啦？我是恁后生浩庭啊。你是啥物人？